Shenzhen Gold-East Electronic Co Ltd. supplies USB flash drives, laptops, mobile internet devices or MIDs, netbooks, and media players to more than 80 clients, including HSBC worldwide. At present, it concentrates product development efforts on the first two. In an interview with Global Sources, General Manager Chen Chuchao talks about how the company is strengthening its hold in key export markets and meeting challenges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rising labor costs. 欧美经济二次探底对于公司的出口有哪些影响？如果说二次探底的话，我们对于油盘啊，笔记本多少都有些影响的。如果说09年，特别是08年，我们觉得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至于我们公司吧，对于这个怎么措施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做好几点啊，就也应该有可以多一些难关了。第一点，我们经常开发一些新产品吧。对，因为说你这个经济比较差了，没有新产品，没有刺激一些客户，但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经常开发一些新产品。就我们 U 盘来讲嘛，我们每个月都有4到5款会有新产品出来的。一些笔记本，我们之前新功能或者一些开模，也是一直在做这个。因为我们觉得说，如果没有新产品，那么就对客人就很难以保证他对我们的忠诚。也很难，他一直对我们的依赖性，所以我们这里做的还是力度还是很强的，而且一直都是这样执行的，啊。第二点就是保持一些品质，因为你市场越困难了，我们觉得品质一直要控制的。如果说我其他价钱再降低这些，如果没有品质的前提做保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的，啊，这个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说，那我们会降低一些成本，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供应商。一些供应量，我们到下面考察一下，看一下它哪些在保持品质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跟它接一些成本的，包括他们一些流程，我们可以改一下啊。所以我们大概是做了这几大块吧。那可能除此之外，还包括服务方面。是服务是，你说这个服务也是比较对的。服务的话，如果些客人他直接是有个急单的话，本来正常应该是3天到5天的，所以我们就要召集一些人力开个会。人员开个会，我们看一下能不能2天甚至1天，我们如果包括一些私应的，我们专业人有时候加夜班都会给他加这个服务的。还有一些客人说我们要做一些包装，做的是比较好、比较流行的，所以我们就叫他寄过来，而且我们收一些国外些资料呢，我们结合他，我们做一个方案给他，他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还有一些正可能客人印一些U盘，它的logo特别多的颜色，有些是4个颜色、8个颜色，有些是很困难的。我们通过很多跟他试，给他做，后来他客人比较满意了。所以我们根据环球资源最新的供应商问卷调查显示的话呢，目前来说，劳动力短缺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很多出口制造企业面对的一个困难。这方面的话 ，Gold-East 是怎么应对的？这个是比较严重，特别是在珠三角，在广东地区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工资都已经达到这个劳动法的标准的，但是在招聘的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而且我们公司还有其他福利啊，都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就采取几个措施，就是说如果不要用人手的，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设备和就减少一些人工。我们以前就有三条那个 SMT 贴片，现在我们再增加2条那个多功能的，这样的话我们会减少一些人工出来，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做好培训，因为培训的话你会出一些效益，所以必须培训一次就够了，因为员工也是有流动的，他流动你过来就伸手了。再说有些老员工呢，继续通过研究再培训，把他们的效率再提高。因为按照劳动法，我们8个钟头，或者说晚上再接一下班，只要说在你这个时间之内，我们尽可能增加一些效益，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三点，我们还要研究一下流程，因为流程我们有时候工程啊、品管啊、生产啊或者其他部门，我们会开会研究，说这个流程怎么做，哪怕你哪个环节我们研究能够快或者短，2秒钟、3秒钟都是可以的啊。经常有这样的话，长期下来就比较好。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公司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人工的费用也是在高，其他这个利润也不能说提的很多嘛。